好嘞，哎，今天怎么是不同的？有新人来。今天香水一哥亲自入境。对，香水一哥难得，我们今天难得请到香水一哥跟我们一起。因为我们那个林心碧最近去医美了。对，年纪到了，需要去医美一下。再回到镜头，好不好？今天我暂时代打。让大家辛苦一下，我去除斑。好，那这一支要帮大家介绍的是漫步温莎，很兴奋呢，终于看到了 Burberry 的高定来了。对啊，我等很久啊，不常有。对，很少很少。对，那特别这个对于 Burberry 高定，我们要好好介绍一下。他这一次来是不是都已经没有塑胶封膜了？没有哎。对啊，因为 Burberry 是欧洲率先决定去塑料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再近看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。好，那我们左边这一杯是茶，绿茶。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我们不是啤酒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喝茶。是绿茶，是绿茶。刚顺便帮他打个广告一下。好，那这一支学姐之前有闻过吗？前两天有跟客人一起闻，还蛮清新的。哦，那他这一个系列感觉如何？高定通常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的香味是有层次、有特色，但是不会太打扰别人，然后会比较温柔、舒服一点。好好好，那温莎是英国的一条河，是不是？对，它好像是说温莎河畔，它就是漫步在温莎河畔，你会闻到的气息。好，对对对，他们的那个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影片有时间限制哈，所以我们要对快速的。名人的那个用名人当命名的啦，好、哦、那个河啊，就像我们的中正路、中山路等、那个都被去化了，没有啊，路名还没有去化啊。这温莎河就是温莎公爵 啊，真的、啊、来的嘛，是以温莎来命名就对了。是温莎应该也是一个他们一个地区的名称啦，对，就是都相关联的。前面就是一贯的佛手柑苦橙柑橘香调，这给我的画面就是走在很香蓝色的湖畔，但是天空也是蓝色的，就它的味道是蓝色有云朵的味道。形容的很棒哎。那还有那个云朵呢，就像棉花一样蓬蓬的、松松的，特别它现在佛手柑带出来，有一点棉花的味道在里面。那学姐呢？蛮亮的，我闻到橙花的味道，可能我对橙花比较敏感，就觉得就是整棵橘子树上的东西都在这支香水里。但我还是有闻到后面那个木质调，因为它后面有点丝柏木质香，就是雪松啊、丝柏的那个木头味道有穿过来。杜松有一点点，但是又不会打扰到前面柑橘香跟橙花香。那你觉得这一支它是很标准的柑橘调性，它在后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加入进来嘞？我觉得它非常 gentleman， 它真是很英国的感觉，是是是，就英式风格很 gentleman， 然后层次。它那个前中后调啊，感觉是并存，然后又互不打扰的，然后就我一直觉得柑橘调里让我一直闻到其他的东西。那你觉得是闻到什么？就是后面的那个木质香一直穿过来，可是柑橘香又让你觉得很清新。对，我有个画面，我的画面呢就是啊，一个绅士 gentleman 撑了一把伞，走在一个下雨过后的河边，因为很有那种清爽感。然后手上呢，左手拿着一杯很像苏打汽水，咕噜咕噜咕噜喝掉的那种感觉。因为这支我非常喜欢，对，我觉得这支就很清爽，对，然后很有那种下雨过后带一点闷的时候呢，但是我手上有一杯苏打汽水，冰凉的，然后咕噜咕噜把它喝完之后，我觉得这种味道就是这样子的气氛呈现。所以他画面是撑一把伞，他自己撑还是帮小姐撑？因为就是刚可能也是可以啦，帮小姐撑也是可以。那这样少买一罐饮料，两个一起喝完啊，对。
是不是中间有一点点绿草的味道，绿色的草，也有这种感觉，草香出现哦，对不对？清爽感，它有带一种那种很清爽的感觉，我觉得。对，我的画面是就是丝柏木纸嘛，就是那种树木，绿色的树木，然后风吹动的时候，你可以闻到叶子的声音，嗯，对，然后空气中闻到一点树的香气，柑橘香，嗯，对，我还有一点皂香在里面哦，说不出来的这种皂香铺在衬底的位置，好，那上面有这个绿色的青草，然后还有这个鲜明的柑橘，就像我刚刚讲的蓝天跟云朵很大朵这样子，对，我反而没有林心地说的刚下雨过后的这种感觉，因为下雨过后还是会有一点点凉意嘛，吼，带一点水气嘛，但我觉得，对，他觉得我的好水气哦，阳光蛮强的，我整个是绿色的，我好绿哦，OK， 哎，我们三个闻的都不太一样，对，很舒服的。那学姐这一支漫步温莎，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？我会用在去英国的时候才用。不会啦，这样子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对啊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就是我觉得这一支，我想放松，或是我想转换心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柑橘香调都会让我想用在我想转换心情的时候。你蛮明确的哦，就是你转换心情都是以柑橘对为首，因为它会让我振奋我的精神，或是会让我瞬间觉得心情很愉悦。然后可是这一支会让我有一个很放松的感觉，是就像它的名字取的漫步，就是你没有压力的，然后那个香味也是没有压力的，所以我一直还会一直觉得前中后段的香味会一直漫步，就是整个散开来在我的嗅觉里。对，好，这个反而现在这一支味道让我联想到有一种草地上面，可是你会看到这个草地下面都是水流，你有看过吗？它是一片草地，学姐皱眉啊。可是 草根的地方一直有流水经过，一直流水，那你踩下去一定是湿的。对，有这种草，有啊，在田附近。我现在闻的这味道，就反而水感出来了。那种流水，然后青草。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种的地质啦。我懂你们的水感，就是温莎河畔那个河的那个水流的感觉，真的好厉害，舒服哎。那个柑橘本来炸开来的，现在开始变成是缓缓的水流，然后青草在上面的这个香味会让我想要站在河边发呆。那林心丽呢？你觉得你用在什么时间场合？我其实跟学姐用的时机点差不多，因为柑橘香调的香水原本就会让人家有这种比较开心的感觉，然后它的那个中后调又带一点点那种放松舒服感，就是淡淡的木质香，我觉得它就整个很适合在你放空的时候使用。OK， 放空的时候。对。好啊，我觉得这一支适合一个人旅行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找一个我刚刚形容整片草地下面都是渗水，水一直在流动的，那建议你可以穿个雨鞋去踏这个水，或者是赤脚更好，对啊，你去亲自去踏那个水流过的地方，然后草的地方，哇，那个松软的感觉会把你的压力全部在这个脚底下释放开来，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有让你减压的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好， okay. 那我会用在什么场合？我会用在刚刚讲独自一个人旅行的时候，或者是我觉得一清早起床的时候，你今天想要过一个全新截然不同的一天，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好，那这一支高定，我觉得它会变化。对啊，最怕高定是不会变的，但其实，在刚刚前面十分钟已经在改变了。有有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多久？对，我们前调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等一下看它后面变怎样。回头见。好，待会见。拜拜。拜拜。你煎香了没？好，后调回来了。Yes。现在学姐身上后调是这一支，在我身上变茶香。
对，我也是茶香，茶香，而且我的是玄米茶。嗯，我是带绿感的茶耶。嗯，我是闻到有一点米香，是哦，茶香，哦，也蛮像。你这样形容也是啊，好像也是有，啊，是有，对。所以米香加茶香就是玄米茶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白色香给你的氛围，不是白色香，我很有感受的。嗯，这个就是在温莎的河畔，嗯，坐下来喝杯茶了，嗯，休息一下了。后面是个很温柔的茶香，对。哦，嗯，那林心丽嘞？我觉得就是对带木质调的茶香，哦，对，就很很舒服的那种，但又有一点点很像已经刚出带水感的带阳光感，但它现在又有一点带着阳光洒落的，就是雨后天晴的那种。嗯，对，感觉其实它转变蛮大的。你像刚才从一开始的柑橘调，嗯，然后到后来变成，一开始活力奔放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哇，很有能量。嗯，到后来静下来，嗯，要可以喝杯茶，这个中间的落差感是有的。哦，从动态到静态，嗯，这样。突然觉得这一次非常适合休假，想要耍懒放松的时候，从早到晚很适合。你不是每天都这样吗？我哪有每天都这样？我明明就没有耍懒超过时间。我每天都想，但我没有办法。刚是不是？哎，对啦，刚也是这只，我觉得适合放空啦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我刚想说，哎，是哪一只？是这一只啊。嗯，好，那林心丽觉得这一只，学姐说本来会用在这个一大早的时候嘛，对，那现在他又觉得放空的时候，一大早本来精神满满，就后来又耍懒，对，他会让我整个慵懒了起来。对，对，我觉得这只很适合度假，它就是很有那种可以在走在户外，然后很跳的那种走的那种感觉，哦，轻盈的步伐，对对对，蛮舒服的。OK， 好，那我本来说一个人自己去旅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踏这个软软的。我觉得现在这个就很像，我在西班牙的时候，我们去一个古城镇啊，然后离这个古城镇远一点呢，正好有一条河围绕了这个古城镇，嗯，那我们就在河的对岸呢，回头看了这整个古城啊，因为这个古城是在整片山腰的，一个小山丘啦，这样整座。也有教堂这样，哇！那你就在这个夕阳黄昏的时候回头看这一座古城镇，边配着夕阳，然后配着不管是咖啡或茶，我觉得前后的变化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很放松，哎，很有画面。我再把这一个古城镇作为我们影片的那个衬底背景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味道闻的时候，那个讲话都变慢了。对，还好你在镜头后面。对，对，我现在觉得在这边当主持人蛮好的，就是做什么动作啊，然后眼神放空啊，都没关系。挖鼻孔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好 ，OK， 这一支学姐你给他几分？嗯，9.8。哎，这么高？因为慵懒归慵懒，但还是很想喷身上。OK， 就是一个很舒服，很不会给你任何压力的香味啊，对，对，很棒啊，而且那个从柑橘调转为茶香，我觉得很舒服哎，是，那个前后的转折，整个走起来很漂亮，对，就是一支让你不由自主会变得很有气质跟温柔起来，好，那林心丽会给他几分？我先啊，哎，我也是9.8，这么高，对，这支我还蛮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想说，哎 ，Burberry 高定啊，然后感觉就是大概就是商业香的那个高级版嘛，然后会觉得它的变化不是很大，但它变化这两支都还蛮高的，蛮好的，是，而且它显香度也蛮让人家觉得印象深刻的，好 ，OK， 那我你们都给的很高，我会给它9.6，对，9.6。为什么比你们少一点呢？为什么只有9.6？因为我这个人不适合慵懒，我一慵懒我就生病了，我就适合一直从头干到尾这样子。好，所以那个有些人适合
你不要那么慵懒，好好的惬意的生活的这种，我觉得这个合适。嗯，那这种向往这样的生活，对、哦。那我这个激动派的，一定要一直不断的劳碌，才会那个、嗯，才会觉得自己有认真的活着这样、嗯哦。那所以这一次我给 Joy 六分，但总的来说，绝对是一个舒服的好味道。嗯对，没错。那我们这一支就介绍到这里喽。待会短影音就麻烦两位喽。香水一哥有自己的、自己的影片要拍，我们就交给学姐了。好，待会见，拜拜，拜拜，什么意思？